刚才给我姐打电话，然后我妈妈今天住院了，医生说的是囊肿，鼻子里面有囊肿，具体是哪儿出血的，现在还没检查出来，一会儿要去做检查，说如果说就是查出来哪个地方出血了，需要动一个微创手术。差不多4、5天也就出院了。周六应该会过星期天，正好元旦放假，我去，到时候再去看我妈。现在就等着检查了，等检查出来之后看情况，看到底是哪儿出血的。昨天说她没什么大的问题，然后我心里面就是还晚上的时候还放松了一下。然后今天一说要动手术，哎呀，说不出来这种心里面这种滋味，哎呀，喂，小的，出来了是吧？咱还做心电图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刚才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。现在在做心电图，刚才我看我姐姐在群里面发的是，不是肺部出血，不是肺部出血就还好，然后是诊断意向是鼻出血，这是右鼻出血，是右鼻出血2天，就是咳出来的血可能是从鼻子里面，流到口腔里面的，然后是挂的急诊。说是诊断是鼻出血，慢性鼻窦炎。那个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才能，入病房。我即使去，也要等到做核酸检测，现在还要做其他检查，等等吧，看等到下午的时候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看医生是怎么安排的。